天明，办什么事儿了？您好，我被盯梢了，尾巴甩不掉，你得帮我一个忙，我必须马上见到王明，有重要情况向他汇报。他们要我杀人。杀谁？曹小宝。曹小宝？嗯，真够狠的，一个都不肯放过。他们已经了解了曹小宝和丽兰的关系，所以要报仇。什么时候动手？随时都有可能，所以我故意打了一架，一是拖延时间，另外找机会通知你们。天明，他们已经开始考验你了。嗯，怎么办？要么派人先把曹小宝保护起来。没有用，他们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杀谁，而在于让你的双手沾上鲜血。所以要取得他们的完全信任，必须完成这个任务。你还好意思来找我呀？怎么了？你不说那两个混蛋24小时保护我吗？对呀、啊。昨天他们人呢？那遇到几个小流氓，你吓尿裤子了？你喊什么喊？什么喊什么喊？我白白挨了顿打，还被送到公安局审了半天。好了，别啰嗦了，赶紧跟我走。上哪儿？现在就动手。
怎么了？啊，想跑啊？没有。老实了吧？啊？嗯，不惹事了。不，我能惹什么事？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废话，当然是号里最安全。号里，这怎么不想去？那可别怪我不救你。别，我去，赶紧。是。枪法可够准的哈！我说过，别拿枪对着我。别拿枪对着我！你也下得去手，那可是你的兄弟，佩服，我佩服。兄弟，子弹也出去了，人也杀了，从今以后啊，咱们就是一条线上的人了。告诉你那个四哥，以后别再让我杀人了。我不是杀手，别再让我杀人了。兄弟啊，杀一个也是杀，杀十个也是杀，你呀，回不了头了。好好呀，在这躲几天，别乱跑啊。爹爹，对不起，原谅我。
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王斌，他出事了。在同一个起点开始，并不意味着在同一个终点结束。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结局。你走了，我知道我还要继续走下去。至于我的终点已经不重要了。
我不坚强，我不要坚强。我甚至都没有勇气去谱写出我们之间的连环画，因为我想和你一起来完成。可是现在它只是一个梦，一个梦。福静，你到冯局长那去一趟。现在吗？他让你现在就去，说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最好现在就去。报告，请进。局长，你找我？你看看。这是王斌的口琴。对。天明，你到时候直接朝我开枪。向你开枪？对，必须这么做。我们现在要设一个局，让周俊宇完全的相信你。可是这个局的核心人物又不能是曹小宝，因为他是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人。如果到时候顶不上去的话，就会前功尽弃。所以整件事情必须做得天衣无缝，不能有任何差错。开枪的必须是你，中枪的必须是我。有什么具体方案？这只口琴我一直放在身边。你疯了，这太冒险了。天明，我知道你的想法，虽然你不说，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雷子一直在偷偷地教你枪法。我对你有信心。那是对靶子，对你我没把握，所以你必须克服心理障碍。来，我们试试。口琴能挡得住子弹吗？我有办法。楚静，你们为什么一直瞒着我？这跟我打天明的那一拳一样，这个所谓的追悼会搞得越真实，敌人就越相信。现在我死亡的消息已经散发出去了，我相信周新宇
真的是相信王斌已经死了，这么做是为了天明的潜伏，现在他们对天明的信任度将会大大的提高。哎，对了，秃鹰啊，我听说你在殡仪馆要学黛玉缝狗来着，你知不知道你差点让王斌跳出来啊，那要是让周新宇看见了，那咱们这个行动可就成了笑话了。局长，好好好，待会儿你们在一起好好聊聊。哎，不过楚静，你回头抓紧时间到医院里去看看陈点点，千万不要让他出现什么问题。是。好，那我先走了啊。你那份礼物的意思我明白，也许他真的可以帮我排解心中的积郁，再给我点时间好吗？点点怎么样？他现在的情绪非常的不好，天明的事情对他打击太大了，我怎么劝他都不听，我怕。你想怎么做？我想把天明的事情告诉他。楚静，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，闹不好会给天明带来杀身之祸的，你要冷静。难道我们就不能跟他暗示一些吗？我们的工作纪律你应该很清楚。在这条隐蔽战线上到底有多少这样撕心裂肺的痛，恐怕谁也不清楚。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，你们的业绩与世长存，直到今天我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。可是陈点点是无辜的，他不应该承受这样的痛苦。王斌，这段时间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，难道我们就不能为他做点什么吗？点点，我不知道该不该对你说，其实
萧天明他很爱你，虽然他现在没有办法给你答案，但并不代表他没有答案。他爱我，为什么要那样对我？他那一巴掌打碎的是我的心，他打碎了我对他的爱。你居然还跑来跟我说他爱我，其实你还是很爱他的，对吗？那有什么用？原来他一直真的都在骗我。点点，这个世界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单纯，在我们眼里到处都是危机四伏，这些是你们看不到的，我们也不希望你们看到。可就是那么巧，偏偏我就看见了。可你看到的未必都是真的。我亲眼看见他杀人，他亲手打我，你告诉我这些不是真的，那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的？真相是他是我们国家的战士，你应该为他骄傲。他在为这个国家、这个民族而战斗，在这条隐蔽战线上默默无闻的战斗，他是值得尊敬的无名英雄。这就是我们的职业，不能轻易告诉别人。你们的职业，战线，尊重，那谁来尊重我？谁来尊重我的感受？不能随便告诉别人。那你为什么来告诉我？他为什么不能亲口告诉我？还是他从来根本就没有相信过我？陈念念同志，如果他不信任你，就不会和你接触；如果他不信任你，就不会让你和我们认识；如果他不信任你，更不会让你知道我们的真实姓名。可我是他爱的人，他答应过我会爱我一辈子的。但毕竟你们还没有结婚，按照规定，只有配偶才有权利知道。也许他想结婚前再告诉你。是不是结婚了他就会亲口告诉我？好，我要和他结婚。现在不行，他现在在执行任务，再说上级也不会批准的。我去和你们上级说，我要告诉你们上级我爱他，我要嫁给他。去吧。楚清说的是真的。是。你爱我吗？爱。你还会继续骗我吗？会。你会娶我吗？当然，但不是在现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个没有影子的。就让我做一个没有影子男人的妻子。爹爹，我害怕。
我怕我骗不了你一辈子。我不许你这样说，我要我们现在就结婚，我要你向我求婚，你不可以拒绝。虽然你是个没有影子的男人，但我为你感到自豪。我们现在就结婚吧。说你们知道你们自己在干什么吗？知道，我们已经详细汇报过了。你们这是在破坏我的行动计划。没有任何外人知情，我不知道您说的这个破坏到底在哪里。陈点点不是外人吗？他是肖天明同志的爱人。他们结婚了吗？所以我希望局长能够批准肖天明同志结婚。谁让你们私自去找肖天明的啊？去找陈点点的？你们的党性原则都到哪去了？报告局长，是我的主意。你的问题回头再说。本来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女干部，王兵嘛，经常头脑不冷静，派你去当他的副手，想你能够多给他一些提醒，这可倒好，两个人串通一起瞎胡闹。那么多同志可以结婚，为什么肖天明不可以？肖天明同志现在在执行特殊任务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陈点点的情况摸底吗？你们知道不知道，做我们这个工作的，那个结婚是要经过政审和很多条件的。冯局长，陈点点的情况经得起组织上任何部门的调查，出了问题怎么办？我负责。我也负责。说得轻巧，真是出了问题，开除你们的党籍公职都挽救不了这个损失。肖天明同志现在是在执行特殊任务，